哎，你还有没有钱啊？肚子好饿。没了啦，今天都花光了。我刚刚不是还要跟你说多带一点吗？你看我们自己不多带。哎，你不要没有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不要，我要再玩一下。哎，冰，干嘛？我好饿哦，我们两个都没钱了。你要干嘛？没有钱，我们就只能回家。拜托，我才不要回家哎！我阿妈超凶的，去住你家？不行啊！为什么不行？哦，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。哪有？而且我爸会揍我。真假？哎，不好意思。我刚听到你们两个说肚子饿，我这里刚好有个面包，我还不饿，来，请你们吃。先吃，先吃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阿杰，我也常来这里玩，他们都叫我杰哥。哦，杰哥。哎，先吃啊，先吃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我一个人住，我的房子还蛮大的，欢迎你们来我家玩。玩累了就直接睡觉，没问题的。要不要去啊？好了，不然去啊。去家好了。好。那杰哥，哎，那我跟我朋友今天就去住你家哦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走啊，我们现在就去超商买一些吃的。好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在啊，在啊，在啊。你看这个冰冰啊。才喝几罐就醉了，真的太逊了。这个冰冰就是逊啊。嗯，听你那么说，你很勇啊。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我超会喝的啦。超会喝，很勇嘛，身材不错哦，蛮结实的啊。杰哥，你干嘛？都几岁了，还那么害羞？我看你。完全是不懂啊。懂什么啊？你想懂，我房里有一些好康的。好康是新游戏哦？什么新游戏？比游戏还刺激，还可以教你登短廊。登短廊？嗯，对了，来啦，来看就知道了，来啦。哎呀，接个酒。拿，来来来。来干嘛啊？哇，杰哥，你有好多 A 片哦。哎呀，那没什么，来看这个好看的。前 LOL 英雄联盟世界冠军 Toys 29号晚间被台中地检署申请羁押。杰哥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呦，你脸红了，来让我看看。不要啦！让我看看。不要啦，杰哥，你干嘛？哎，让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啊！杰哥，不要啦！听话，让我看看！不要！杰哥，不要了！杰哥，不要了！杰哥。杰哥不要了，杰哥不要了。